韩国，宋君哲凭借的冲击金石安心乐队获得冠军号，我正好平都起飞与世界接轨，让世界看见台湾。同以二分八发的歌剧《天堂与地狱》是最有名的一曲《堪堪舞》来衬托着幸福难得。现出屏东的南国风格，温暖的客人像如屏东人热情的性格，而维和的大鼓衬衫也象征屏东人直朴豪迈的个性。屏东正如同肖氏达高维奇的节庆序曲般，是充满着欢乐气息的幸福南国。
真的。勇敢奋斗，不没那么多只手可以关。就如同西北流逝的芬兰颂乐章，以坚毅中的音乐风格，啊、展现我们的坚定勇气。一直有一个。
中，让我们感受到勇气。先把它关掉，然后再录，这样子才不会断那么长。留着宽度、自由、勇放弃，勇敢面对外在邪恶环境，强权压迫。借由182胜利乐章，奏出台湾人的坚定勇气。在台湾这片丰饶的土地上，拥有非常多优质的产业，早已在国际舞台上发光发热。来自于台湾的活力与热情，深根在世界每个角落。让我们用关心鼓舞的心情，一同欣赏罗西尼的《威廉泰序曲》与焰火交织而成的《深化国际》。
主题世界融合。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，在这片土地上不分你我，族群融合，大家共荣共存，携手创造了许多台湾奇迹。以台湾著名作曲家李忠义老师为国立台湾交响乐团70周年团庆的快闪组曲，古典与民谣串起世界融合的真善美。
是台湾的缩影，在这里我们群群融合，互相扶持，希望在这片有爱的土地上携手世界，台湾要飞。在这个主题中，特别请作曲家钟耀光博士改编高玉生先生的《杜鹃花》《春之祖宝鸡》《长春花》及《登山列车》四首歌曲，为今晚的焰火秀带来最高潮。外保镖，外呆娃。